我看到伊辩论真牛呢，伊讲小英吼、哦、吃法国菜，喝红酒，玩宠物狗，那就是中宠物来对的，讲的一样是。他是在对照他的庶民嘛，啊，你是权贵嘛，你都喝红酒啊，吃法国菜啊，那不像我们这种庶民嘛，吃高丽菜或猪胆嘛。那我觉得他是要做出这样子的对比，形象上的强化对比。落差，那他在讲说你看你都被架空，可是韩国瑜似乎忘记自己曾经讲过说他的团队里面认为总统不需要了解太多事、因为韩国瑜我就是要找能人去做啊、我就是要找专业的人去那个位置上面做啊，那所以总统都不用知道太多事啊，那你韩国瑜才是被架空啊，因为你都不懂嘛、你都是找专业的人自己去做嘛，对，你都已经要这样子了，然后现在回过头来说你蔡英文被架空、我觉得这个毫无道理，你的逻辑不够一致。你看总统的职权、他最主要在哪里？协调五院、他最主要是担任这样一个协调五院的角色、然后呢让各院之间的权力有一个平衡。我觉得哈，韩国瑜如果真的他当了总统，我觉得他不会被架空，他会管北农。对，他管的巨细靡遗、高雄市观光局主任秘书他都管哦、而且还要任用他自己喜欢的人。对，这是一定要的。不，因为不是这一件显示一件事。韩国瑜如果当选总统的话，他会被架空啊？为什么？可能是 会被他的这个老婆架空，对，这个所以说我是说可能啊，这个因为我们看了高雄市政府，你看好几位的什么主秘，都是他老婆的闺蜜，那如果他当总统的话啊，搞不好总统府的秘书长啊，是不是也要啊他老婆的闺蜜来担任呢、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所看到的，高雄市政府的，哦，不，这个应该不一定了，这个搞不好那个是那个观光局长潘什么，潘旭，所以说啊，我们是看到高雄市的人事布局，就有很多传闻嘛，对不对？因为这个大家都说为什么有一些的局处首长，本来好像说好是要派哪一个，结果哎，好像是说这个他的夫人有意见、然后又变了。我昨天找这个俞北辰将军来，我说做总统被架空这事不得了，对啊，就是他的指挥的命令是下不了下不去的，他是指挥国防嘛，对对不对？我说那建军的时候总统给我架空，那么总统下令军人不听呢？那简直跟政变差不多了嘛，对不对？事实上来讲，在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制度里面，说总统被架空，那个是可以说是内行人讲外行话，我相信韩国也不会外行到这样子了，对不对？基本上大家都有个概念，特别是当你这个总统对于你的这个党，你的执政党，还能够控制的时候，小英总统是2018年这个九合一大选的选办了以后，他才辞掉民进党主席，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之前，他透过他的党政协调，可以推动很多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不是完全没有所谓被架空的问题。所以韩国瑜举不出例子来。我是讲吼，政见发表会很重要，大家拢在看嘛。那么大家政论节目也都会讨论。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很好什么？很好表现的机会，可是也是很好失分的机会。对，如果你没有证据，好，你可以指控，但是你要有证据。哇，如果今天有证据，我那个啥，而且大家以前都没听过，老看民众斗呢，对不对？我韩国瑜就在政见发表会上一直讲这个案子，民进党是怎么掏空的，谁掏空啊？在哪个单位掏空？掏空多少钱？然后大家一起包庇。我还讲给那个所有的媒体当中这条新闻，可惜没有啊，你只讲大贪特贪啊，谁贪？贪在哪里？金额多少？拢无讲，好，然后你又说啊，他大贪特贪，然后又说他架空，架空，这个证据在哪里？讲不出来，